无一只就要到啊！大西乡大西关怀古店为长辈举办百百赠活动，预计要百两千粒送予乡内清寒家庭甲独居老人，以及提供予二十户古店所举办的五一节暗会活动使用，予前来参会民众会当食到上在地大西肉粽。大西关怀古店举办了社区长辈来包肉粽的活动，本次总共要包两千粒肉粽，送予清寒家庭甲独居的老人。以及提供予6月20号大西关怀祭典所举办的五日节暗会活动，希望予来参与的民众会当食到上在地上好食的肉粽。白肉粽吼，我知影看到啊，分落来老师安尼去享受。要当场要白个两千粒，差不多30多个都是义工啊，他们都工义工的来到这三工咧白肉粽。还有叫另外一个位也不要白来鹅啊！今天开始我们包粽子，然后明天啊，6月20号晚上6点开始，在我们中山老街哈、有一场那个音乐欣赏晚会啊，在晚会的中间哈、我们就是要一面吃粽子啊，一面啊欣赏我们的音乐。一透早社区几点的长辈拢真无闲，咧准备白肉粽的工课，为洗粽叶啊、甲洗米、切菜、甲炒菜。大家分配好工作，就开始准备要包粽。看长辈怎么教我，然后我就慢慢学习这样子。学的话，大家一般在家里像这样子，我妈就可以吃，也方便呐、啊。哦，我负责洗米，对啦，忙捏啊，有个做人就做啊，会吃就做啊。重要是猪肉啦，爱虾仁啦，爱辣椒啦，用个蛋啦，葱头啦，葱啊头啦。就是重要啦，安就真好食啦。讲到包粽，大西人上熟悉啊，就是猪肉掺咸菜。在台中辈讲，这是上有大西特色甲开口的肉粽，大家食到拢讲赞，用料阁实在。那是社区咧包肉粽的，大家欢喜啦，啊，传来吼，欢喜的人就来啦，啊，有法度的人坐就来啦。啊，都米落洗，啊，家己落炒，米也落爱炒，啊，猪肉爱炒，咸菜嘛爱炒，啊，迄款葱啊酥，啊，搁红个香菇，啊，虾仁，啊，拢落炒炒了，啊，再白啊，白啊，拢无咧白咸菜哦，干那阮大西才有咸菜哦，才有咧白咸菜哦，足好食哦。6月20号，伫个大西中山路街顶，暗时6点就开始有国立节暗会，欢迎大家做伙到大西食肉粽、听音乐。记者陈贵主场报道。